counter 吧，哎，但是现在是玩不了了。嗯，格温之前会也玩过一次，效果不错。嗯，先直接拿下来。TT 这个阵容突出一个进攻，但是也兼顾了后期。对，后期他其实不弱这阵容，而且主要是看一下幻风他的这个维鲁斯的流派是什么流派啊？他如果是一个就致命节奏攻速流派的话，其实这个阵容的后期能力不会比昨天弱。嗯。直接双人路往上走，换线了，然后这个赛恩自己吃 F 六，然后吃红，哇，这么复古的吗？我记得我以前打的时候就这样玩过来。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昨天晚上我们组排刚玩了这个套路，真的真的，尝试了一下，可行，青色可行，但是当时我们是要去吃对面红的，就像现在这样，对吧？这北川，哎，发现对面的猴子怎么站到自己的脸上了，赶紧把闪叫了出来。但是小薇这边插眼跟野，后续小明跟闪现减速直接平 A 拿下一血，而旁边的赛恩是直接去 F 六打完 F 六剩死血去红 buff 那里送死，用尸体打掉这个红 buff。哇！变成了一级的后亚，得去扛这一整波的大线，应该要记，但 TT。有 TP 保一下，能救吗？救不了啊！这样后亚已经有点玩不了了。Yuka 一个火箭跳跃过来，想要先杀小薇，小薇会死吗 ？A 一下刷新火箭跳跃，直接往后走。Yuka 这边也是帮助队友强行换了一个人头下来，而且现在瑶瑶也在上半区想帮助一下后亚去做点事情。来中路了，哇 ！Yuka 这个血量都跳吗？直接来个一闪，但是闪慢了。旁边北川跟着节俭，直接把 Angel 控的原地动弹不得，直接倒地。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岩雀也还行，我觉得。岩雀，对，当时我在想，要单杀了，再 A 一下。OK， 优，六级双重点是，推过来，推断了。这一波感觉 Yuka 有可能会击死吗？但是 Yuka 反手的一个大招直接推走，哇！刚刚说的那个剧本。Angel 确实推得好，其实刚刚 Yuka 那个毁灭射击他已经处理得很好了，他算是在空中反身把小薇给推走了。是的，这波算是小炮跳得快了一点，如果跳得慢一点巧一点的话，有机会跳出去的。嗯，是。但是从上帝视角来看，就哪怕是在这样的处理的情况下，确实可能。对，还有又来了，又来一剑。啊，这剑有机会，但是跳走了，压得舒服啊，赶紧过来做一轮视野。卡个视野进野区，想摸到中路吗 ？Angel 这里有闪有大的呀！哦呦，还把自己的沙冰交掉了 ，Angel 这波们应该身上没沙冰了，那只能交闪。逼了一个闪，逼了一个大呀！那直接放中路吃个一层，想吃两层吗？有机会吗？应该能吃两层。哎呦，直接闪，节俭极限的节俭，跟闪哇 ，Angel 又倒了，人头让给 Yuka， 那中路这里好像还能再推一波呀，还能再推。保持一直很满，可能。可能去打断他的一个发育。上路这边交大一套，还有三段已经出色，但是刷了个 W 出来，伤害是不够的。哎，想贪一手吗？但自己这个血线有点危险。两百血，但是还有个 W， 还要算这个 W 的血量。是，逼出一个 W， 而且小薇就在后面。这样的话 ，TD 等于是中医加先锋啊，换了个下医。而后亚这边是直接把鸡跑开出来了，哦呦，交大清线，但是这边硬要吃这六百块，不管你，直接上来一招，但是后面的魔法水晶剑没能命中，这边后亚会死吗？后亚倒地，嘎啦拿到人头。在正面的话，这个时间龙是被 TT 给接手，后面的话 ，Angel 是直接把 T 交到后方，这边的一个腐败锁链命中了，这边呼吸哥反手一剑是命中了死旅残留，往后的一个换风把魔的直接打出来了，但呼吸哥这边真的扛不住，呼吸哥一化作一具尸体，在正面的话，正面的一个大闹天宫加上进行机枪死，反手突然两人红雅要倒了，那旁边的话看一下，呼吸哥这边尸体还在输出，把右卡这边打到了一个半血以下，小明这边丝血还能活着，干了闪现过去追击瑶瑶，瑶瑶将闪脱离，但是瑶瑶这个位置已经快走不了了，而且这个龙蓝色方应该能拿下来。这一波，哇！正面虽然第一时间击杀掉了呼吸哥，但是反手小薇跟 Angel 的进场打得相当不错啊。好像还在打，打的速度还行。嗯，瑶瑶得过来做视野了，正眼插下去 ，RNG 还要打到底吗？现在是需要做决策。打到底感觉是给 TT 机会啊，对面蜘蛛啊。啊、嗯，我感觉其实 RNG 这边是不用着急的，但是 RNG 这边求战意图很旺盛。嗯，对，有点超出时间线太多了。而且 Angel 这把也把自己的位置摆得很清楚，就是金身加
王冕进去推人，哎，这边打起来了，先不看下半部，这边的话北川这边被打出了一个闪现，小薇这边大招跟小明的大招一起把这个闪现给逼了出来，两个大招逼了打野闪现还行，但是没有大招的情况下 TT 可能会求团啊，安吉少了两个大 TT 可能想求团，但是安吉转手上 T 带着个大龙 TT 可以打的，两边上路都交 T 了，这边看一下 Angel 上来注视要直接顶上去没推，呼吸很危险，原地刹车，但是呼吸哥这个位置直接给鱼把自己给送掉了，后来进来三段大招的一波穿进来把小薇打到了一个半血，再这样的话呼吸哥等于白死了啊，这波白死，看 TT 后续的一个指挥，哇，仗着有一个呼吸哥的前排在前面顶着，这边的话 TT 得叫人过来了，而旁边的话小炮有 T 在下半部在这边做一个单带，这边的话一剑先逼出一个吊天，我有瑶瑶这边的一个大招，蜘蛛走不了了，但蜘蛛没闪，嘎啦直接拿下这颗人头，而下路的话 Yuka 这边是接水的不回来了，把二塔先吃了再说，那现在安吉必须炸这个大龙，Yuka 这边是踢到正面了啊，掉打野的情况下这条龙是真的够呛能拿的，于 TT 来下在这边这个四打五说这边的话看一下，后亚已经进去了，这边一个残血猛击给命中了，而后面的话瑶瑶一个一指进去，但没有人跟伤害，这边的话后亚先被融化，而瑶瑶也倒在人群之中，大龙这边蓝色方队这边已经快拿下来了，嘎啦这边还有200血左右，嘎啦哦哟这胆子是真大，而后面的话直接避中路，哦，呼吸这个位置皮糙肉厚啊，但是正面的话，他没闪现啊，硬哦硬还是有点扛不住。小薇来了，嘎啦这时候环境很好，而且后亚这个位置还扛得住吗？哦 ，Yuka 闪现上来一炮想轰死这边的小薇，但是被拉扯了一下，哦 ，Yuka 这边被小兵围殴，而且卡着800里的这个距离，嘎啦一直在 Q 他 ，Yuka 被拉扯麻了，嘎啦甚至手上还有闪现，这边的话嘎啦要开始去进行追击，然后后面有一个盘丝落地有金。但旁边一剑没能压起声道，但反倒是北川一个 Q 技能直接斩杀掉了这边交闪的一个 Gala， 但是上方有一个在偷家的 Angel， 是他打三很痛，就 TT 可能也做好准备等三冲进来，但是 T 三不冲进来的话 TT 也要做好第二个动，后亚后亚出来做也被逮到了，这波后亚感觉会死吗？但是推的这个角度还有一剑，哇这一剑小明百步穿杨命中后亚啊，这动了，RG 这边很果断很坚决，就是要打这个龙，这边又是一剑命中了，这边伊利斯闪现上来，在北川按出了自己的金身，反手的话看瑶瑶上来想控人的，这边的话又是被一头车给撞到了，瑶瑶先倒，旁边后亚前后排，后亚进来反手呼吸和小保护牌的时候游戏暂停了，我的老天爷哦，好比赛回复千呼万唤使出来，回到了大龙坑，两边可能又要再次打起来，这边又是交踢，后亚的 TP 位置是踢在了上方的一个龙坑，这边的话这个大龙的血量条不太看得到，但没有关系，我们这边先看一剑命中了瑶瑶，瑶瑶这个位置瑶瑶被秒了，要倒了，嘎啦直接拿到瑶瑶的人头，而后亚在旁边没有找到一个太好的进场位置， RNG 这边的一个角色会是继续打大龙还是说要继续求团呢？对，红色方现在四散开来，而北川这个位置是被视野看到的，北川这个位置会被 Q 下吗？他这里险之又险，又是一剑命中北川，北川被晕到了，而且正面到死了，残忍猛击 Q 起来，嘎啦拿到人头，那这样转手大龙，安卓在正面，这把是没有选择出训证的啊，想出无尽切后排，打又是一剑。这一剑又要中了吗？我的天，老爷史森明，你今天开什么东西了？哇，这啥？小明，现在大龙 buff 现在一段时间，甚至是连清线都很困难。一剑又是把北川吓出的闪现，这边的话先控住呼吸哥，呼吸哥这边不知道扛不扛得住，呼吸哥快扛不住了，被一个穿刺之剑直接带走。这边的话腐败首先虽然命中了嘎啦，但是嘎啦也知道自己没有太大危险，没交进化，但是兵线被清掉了，呼吸哥又倒了。下一条下一波兵线来了之后，安吉看要不要选择继续推一下，继续推，小明的剑又快转好了，但是嘎啦是没大的，推了要小心可能要走啊。TT 这边想开鱼凯没有大招，不知道怎么开了，这波感觉 RNG 其实可以直接抠回这个扣撤退的话，哎呦，这边又是一剑命中北川，白走一推推到了这边的 Yuka， 这边虽然遥遥指进来，但是正面的一个小薇虽然把这波甲卖了出来，但是 Yuka 这边两百血，哇，居然跑掉了 Yuka， 但是后续的话看一下 Angel 进场了，白走这边穿了进来，而这边换风小鼠座拼得过嘎啦吗？两边 AD 对交复活甲，但是 RNG 这边人多势众啊，换风起来直接被嘎啦取掉600块，只剩一个 Yuka， 自己好像守不太了了，哇，那这样大军压境，跳上去想换一个，想硬换嘎啦，但是瞬间被淹没在了冰层之中，我们恭喜 RNG，
啊，这一把半场的比赛最终是由安吉拿下了胜利。哇，恭喜安吉拿下一小场。